好啦，劲叻仔顺利，等埋只足煲赢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三场赛事，四班2200米，长途赛事11大热。黄旗仲未举起噶，都仲系处理紧。好啦，黄旗举起埋，随时起步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马咧，咁啊见到有机械战士啦，内栏咧就弹球快活，中间系劲叻仔嚟噶，咁啊大约第四位啦，全才啦，内栏黑衫，咁啊黄毛嗰匹啊逐步赢啦，咁啊再见到外边啊乐天派橙衫嘅，蓝衫有面箍嗰匹咧就九龙神驹啊，后边嗰五只马水箭龟威力飞驰啊，尾三咧响外边咧就系黄衫白帽嘅管之友啦，尾二内栏黄毛嗰只咧就系奇妙年华，暂时殿后系龙战士嚟噶，咁啊第一次。转翻入直路啦，但球快活咧就放嚟咗第一个几身位，劲叻仔响第二位啊，咁啊第三位外边咧有机械战士啦，再后边第四个逐步赢，第五全才，第六九龙神驹，第七乐天派，后边嗰五只啦，水箭龟威力飞驰，奇妙年华响尾三马黄毛嗰匹啦，后边两只管之友响尾二，暂时殿后依然系嗰只龙战士嚟嘅。開始轉呢個滿貫彎啦，前面帶頭嘅馬係彈球快活啊，接嚟個幾馬位喎，後面第二位有勁叻仔啦，咁啊出邊啊機械戰士，內欄第四黑衫係呢只逐步贏啊，粉紅帽第五係全才啦，第六位藍衫藍帽啊九龍神驅啊，再後面嘅馬樂天派水箭龜，尾四位置係威力飛馳啊，奇妙年華仲響內欄尾三喎，出唔出到去呢？尾二咧咁啊仲係黃衫粉紅袖嗰只管之友啦，暫時殿後依然係嗰只龍戰。件事嚟噶，去到对面直路嘅中段咯，前面弹球快活一路松住佢，支嚟个几身位嘅，第二位开始要骑啦，出边啊机械战士啦，埋边啊劲叻仔啦，后边嗰啲应该都要只只骑噶啦，全才第四位啦，再见到第五逐步赢啊，蓝衫上咗啲啦，系九龙神驹进占第五啊，后边嘅马水箭龟乐天派尾四威力飞驰啊，尾三仲响内栏，系奇妙年华，尾二就龙战士，咁啊仲系揿住响包尾，嗰只管之友好似大把在手，睇下系咪偷。翻入去入边啦，好啦，入直路啦，前面弹球快活占先啊，全才率先上嚟啊，再见到外边九龙神驹啦，入边啊劲叻仔啦，咁啊马林中间水箭龟追啲，出边仲系乐天派大外档嗰边啊龙战士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马外边啊九龙神驹啊，数入去啊全才内栏弹球快活进占第四位，仲系乐天派接近终点，九龙神驹打开胜利之门啊，跑第二名嘅马弹球快活响入边。出面是全才，真的相当近要影相啊！至于跑第四名的马呢，应该是乐天派啊。结果今场赛事，咁啊呢只九龙神驹都终于打开离香港胜利之门啦。跑第二名，开头以为全才嘅，但系弹球快活仲有啲，两只马压上压落要影相。第四应该是乐天派啊。五号嘅九龙神驹起位三5.1倍啊胜出啦，第二名紧张啦，睇下弹球快活啦，定系全才影相啊？第四名咧九号嘅乐天派，睇下会唔会只弹球快活有机会顶到条 Q 啊？九龙神驹咁啊，上次第二，今次又保中啦，起位三沈泽成。咁啊，最后阶段5.1倍啊，五号马九龙神驹。咁啊，头马就呢匹啊，二三四名。
睇翻第二名张相啊，四号嘅弹球快活啊，到先啊，灰马第三名先只全彩。咁啊，摆前走嗰只弹球快活啊，顶得翻。第四啊，唔系乐天派啊，第一次跑咁长咧，都追翻第四。啊，呢只都系神驹啊，就团体马嚟嘅，亦都系打开圣门啊，九龙神驹。呢位心啊，继续都吓排住沈集成呢期好喺港岛呢边打开圣门啊，呢只九龙嘅神驹啊。我睇下啲预计派彩，派第一名系五号嘅九龙神驹，独赢派51元，位置派23元；跑第二名系四号弹球快活，位置派24元；跑第三名系六号嘅全彩，位置派28元；跑第四名就系九号嘅乐天派，连赢四打五派196.5；二重彩五号、四号顺序派478元；三重彩五号、四号、六号顺序派2978元，单啲就派639元。位置嚣四搭五派79.5，五搭六派86.5，四搭六派99元。三拣一预计派彩，胜出最后系 A 一隔夜热门派22.5。四连环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九号派2421元。四重彩五号、四号、六号、九号顺序派38811元。睇翻个直镜，一出闸啊，咁啊嗰只逐步赢啊，缩咗埋栏啦，后边啊奇妙年华啊。水戰龜加埋只龍戰士，奇妙年華都已經騎足全程，今日都好立啊！暫時而家尾二嘅前面啦，彈球快活走，勁叻仔啊！跟住個第二外邊可能都係重磅啊！機械戰士逐步贏存在啦，九龍神驅、樂天派、水戰龜、威力飛馳、奇妙年華縮咗後邊嘅管之友就好老定嘅，巴薩落尾咧就龍戰士。後尾馬距離都幾遠嘅，因為呢只灰馬咧彈球快活咧就放得唔慢嘅。咁但係個分段時間，我覺得有啲奇怪嘅。咁啊，頭嗰一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四段、第五段都比標準時間快嘅，係零零丁丁中間嗰段咧就慢咗秒幾喎。咁但係你睇下頭尾馬個距離係冇乜改變嘅，同埋阿巴道咧亦都冇意思想撳慢隻馬。咁當然我諗個分段時間應該唔會有咩問題啩。咁但係冇馬變奏嘅，你見到呢啲咁嘅分段時間。咁前面單騎領放啦，呢隻彈球快活啊！但你睇留意下跟佢嗰啲馬咧，全部都唔得嘅。機械戰士啦，勁叻仔啦，逐步贏翻嚟都好似莫曬氣咁啊！唔知係咪有事嘅啫嘛？係存在好啲咯，始終呢隻老馬夠氣。係、哎、跑到未到一半，我都講下阿連慘你哋喺裏邊，你想走啊走唔到，即係馬又立，咁咪封住。係啦，你一早攞定個三位咁點咧，都知道大件事㗎啦。佢都好落力㗎啦。係。但如果你話有線生機轉咗出嚟，咁可能早少少攤，咁都可能個效果再好啲啦。佢喺第一個彎嘅時候咧，就俾管子啊少少逼咗埋，逼咗埋咯嚇。嗱呢度機械戰士唔多啦，所以田大安呢先兜過佢咧上咗嚟啫嘛。希威森都好老定啊，焗住個第五位，睇下你哋前邊咩環境先。喂，彈球快好醒神嘅，今晚跑谷草真係好啲喎，又放得幾順喎，以前都好少見佢帶頭跑嘅。咁啊，全才就系弯位嗰段啊，用得多咗，九龙城区出嚟啦，系啦，管之友都内栏就攞位唔系好顺啦吓，佢都追少少嘅。咁啊，早段但系佢又好定，所以跑长途落后咁远啊，佢又冇乜点再大力比。第三场赛事到复榜完毕。位置嚣派彩四搭五派79.5，五搭六派86.5，四搭六派99元。三拣一派彩，胜出最后系 A 一隔夜热门派22.5。二重彩五号、四号顺序派478元。四连环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九号派2421元。四重彩五号、四号、六号、九号顺序派38811元。
孖宝头关七号尾关五号排610元，头关七号尾关四号排183元。分段时间：头段14秒28，第段23秒79，第三段26秒22，第四段24秒96，第五段24秒13，末段24秒06。赛事完成时间2分17秒44。